是自己手上会起水泡，然后脚手起水泡，当时手起水泡，然后起茧都很，但是辛苦辛苦肯定是一定的，但是特别学他。哦，累是一定的，我一往大家都很辛苦，你看我手上好的。哎，这 Hello 大家好，我叫洪建宇，我是广告学院一二级表演三班，这次参加主持人大赛，希望你们能够支持我。我叫洪建宇。Hello 大家好，刚才加上了几句，调节气氛吧。那个，我认为呢，主持人是一个外表光鲜，但是内在是特别辛苦的一个职业，但是呢，我喜欢这种工作，因为我感觉主持对我来说有一种致命的吸引力。参加这次大赛，不论成功与否，我感觉都是向我的成功迈进了一大步。希望你们支持我，谢谢。我来自黑龙江。大家好，我是嘴一定要倔。大家好，我是冯建宇。军训呢？大家好，我叫冯建宇。今年对不起，我还怎么介绍？我是冯建宇。对不起，对于我的问题，对不起。我们要停吗？这个很好玩。不用停。那我们先介绍一下冯建宇。大家好。他是冯建宇。然后是我们是大学同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青。你的介绍比他大家好，他是王青。好的，粉丝们开心吗？两位最近在忙些什么？